Over the last quarter century, Asia has emerged as a global ICT hub with the leading list of OEM and brands. But you may wonder, how does the magic work? So in this session, we have the honor to invite Mr. Peter Hsieh, the general partner of Acorn Pacific Ventures, to talk about the path of OEM to brand, from local to international. Please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Peter Hsieh. Where do I? Hi, everyone. My name is Peter Hsieh. I'm a general partner of Acorn Pacific. We are a venture capital firm. So the topic I want to bring over to you is OEM to brand. And I'll explain why I want to choose this topic to be presented in Computext. First of all, does anyone here insist that I speak in English, or you'd prefer me to speak in Chinese? Anyone prefer English only? That's the answer, so we'll do it mostly in Chinese and occasionally in English. 大家好,我叫谢忠高,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然后我会说一下为什么今天要选择这个topic. 我是一个跟各位背景非常像的人,建国中学毕业, 台大机械系, Stanford 的博士。 那么做了博士之后呢, 就到这个工业界里头去当了工程师, 工程师的经理, 还有做了最后就转行去做销售。 那么在1997年, 也就是16年前, 我开始进入创投这个行业, 在Silicon Valley。 2004年到2013年, 我跑到中国的北京去, 在那儿做创投。 过去的两年呢, 2013到2015年, 我在台湾做中强光电的策略长, 还有奥图玛科技的全球的总经理。 我为什么要说我的背景的原因,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在Silicon Valley 我待了很久的时间, 在中国 我待了很久的时间, 我在台湾 run过一个上柜的公司。 那么我的背景呢, 是让我随着一个hardcore engineer 的background的人呢, develop一个 perspective as to 我觉得台湾的OEM的这个整个的生态要怎么样 migrate到下一个阶段。 当然我去年的暑假, 因为小孩子读书的关系, 我们全家要搬回美国去, 所以我在这 再介绍一下 Acorn Pacific Venture. 那这里还有点我的过去的经验哈, 在美国带过公司上市, 在美国做过 M&A, 这个有中国的公司也跑到美国去上市, 我也带过公司下市, 然后呢, 也在这个香港卖过公司, 所以应该算经验是蛮丰富的。 那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是我这个, 不是课堂上学来的, 而是真正在马路上学来的一些想法。 Acorn Pacific Venture 是一个 Silicon Valley based 的一个 Venture Capital Fund 哈，我们这个是有一个 legacy， 随着大概在2000年左右，大家应该那个时候听过有一个创业之神叫陈武福先生，哈，这个在 Silicon Valley 开了一个叫 Acorn Campus， 然后陆陆续续呢 ，Acorn 有 Acorn Campus 在矽谷，有 Acorn Shanghai， 现在有 Acorn Taiwan， 那我们是 Acorn Pacific。 彼此之间没有一个法律上的关系, 但是是一个network of very seasoned entrepreneurs who have Chinese background. 我接下来要稍微讲的一个件事情, 大家听OEM, 但是我为什么第一张slide在这儿讲的是这个, 叫做gross margin, gross margin的中文叫做毛利率, 哦, 那么讲得非常的简单, 毛利率就是the economic wealth created in the company, 进去是你的 cost of goods sold， 你的这个中文我不会 ，cost of goods sold， 出来是你的 revenue， 它的 delta 就是你的毛利率，毛利的 profit 除上 revenue 的百分比就变成你的毛利率，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再接下来去讲为什么它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毛利率越高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做什么事情？你的毛利率高，代表你能够提供 value 给你的客户。 你能够把这个 value 呢来做一些很奢侈的一些投资的活动，包括什么东西？包括公司做 sales and marketing， 包括公司做 PR， 包括呢花钱去做 R&D。没有毛利率，你就完全没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你的钱就非常非常的少。接下来呢，这张假如不秀出来的话，大家知不知道 Apple Computer 的这个毛利率大概是多少？
我在上一个演讲问过的人，有人说60%，有的人说30%。可是我们坐在台湾 Computex 的一个创新的场合里头，假如各位是开公司或者是一个投资者，要去思考，我们假如连 Apple Computer 的毛利率是多少都不知道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谈创新？我做一个产品，我能够说我的成本是1块钱，我要卖多少钱，我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机会是一个品牌公司吗？我现在来做一个测验，大家都听过 GoPro 吗？没有听过的人请举手，听过的人麻烦举一下手好吗？大部分人都听过。有人知道去年的 GoPro 的毛利率大概是多少？今年 GoPro 的毛利率大概是多少吗？猜好不好？好，这位在这个搔这个下巴的先生，你猜大概是多少呢？没关系，我给一个答案好了。GoPro 去年的毛利率是40%，GoPro 今年的毛利率是多少？只有32%。可是各位想要去看Apple Computer， 这个抱歉啊，这个 resolution 看的不是太好，可是可以在这一代看到，一直都在40%徘徊的当中。那么 GoPro 从上市到它下到没有下市啊，我想大概这个也不会太遥远。假如它一直没有一些更新的话，上市到现在它的股价跌了大概90%，也就是说它现在的股价假如是1块钱，上市的时候最高点哦，大概是10块钱。那随着这个事情的一路的发生，毛利率的侵蚀，这个品牌就渐渐失去效应。所以各位假如是做 hardware 的公司，尤其在台湾，一定要仔细去思考。我们常常在说我们做创新创新创新，可是创新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假如一家新创公司只敢 charge 25%的毛利率，那我认为就不叫创新。相反的，假如一家新创公司相信我的毛利率能够有机会达到40%或者是以上的话，我就相信这是一家好的新创的公司。在接下来比较台湾的两家很有名的公司，都是做 OEM 的公司。我认为台积电也是做 OEM， 因为就是国外接单，国内生产啊。但是呢，可以看得到，台积电的毛利率就有40%，但是鸿海的毛利率呢，在十几年前有13%，到现在大概只有4%、5%左右，好，4%到5%。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大家要去思考，做 OEM 其实可以有高的毛利率。那么为什么台积电当年可以创造出这么多的科技新秀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它的毛利率够高，它可以养得起比较多的人，它可以在国外建立它的 footprint 去做 sales and marketing。So what I want to emphasiz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today is,Everyone who is starting a company or who is running a company, think about your gross margin. If you do not have a gross margin that goes beyond 40%, don't think you are doing innovation because you are not innovative enough, you do not have enough value to create for your customer so that you dare not charge so much money. 这个是富士康过去几年的毛利率，可以看得到，2009年到现在，哪一根是毛利率的线？下降，在一路下降的毛利率的情况下该怎么办？所以大家就可以发现，我们郭董事长就到处的做投资，往横向的扩展。当然，他现在去购并夏普是一个做垂直的一个扩展，这也是一个垂直的整合，也能够把整个食物链的东西都拿下来。但是要想到做 OEM， 假如毛利率不够高的话，就是一个这个方向的毛利率很难再往上升哈。这件事情是现在台湾最大的，我个人认为台湾最大的需要想办法思考的东西。待会儿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怎么样去改善这件事情。这张我稍微刚才已经说过了，有了毛利率之后，你才有钱去做 R&D， 有了毛利率之后，你才有钱去做 sales and marketing。那么，有了毛利率之后，你才会在做所有的思考，不是下一个季度你的公司活不活得下来，你的 EPS 是多少钱，而你有机会去思考3年以后、5年以后的公司该做什么事情。但是相反的，低毛利率会发生什么事呢？第一件事情，你只能不断的去冲量。但是现在我们在坐在台湾，常常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不是说我们要开始做 IoT 吗？可是 IoT 大部分的人在想的是什么东西？我要去做那个 device， 那个硬件。可这个硬件的单价比当年 PC 出来或 iPad 出来是不是就低很多呢？因为这个一个 device 非常非常的少，对不对？
假如在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下，我们要再去做硬件，可是它的单价又比较少，那这个做一个 OEM 或一个 hardware manufacturer 剩下的路是什么？就要做量。可是 IoT 现在的量有到那么大吗？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的，好，目前是没有的。所以呢，我认为台湾要去思考一个 IoT 的角色来做事情的话，不能够只去做那个事情的 manufacturing。Remember, IoT has three things. 第一个就是刚才这个 Appier 的 CEO 讲，叫做 sensor network。你要遍地开花的放各种的 sensor。那这 sensor 里头就是我们所说的硬件。第二件事情是这个 sensor 的 data 怎么传到云上面去，这里头有很多 encryption, 有 compression, codec 的问题要发生。第三件事情是这个 data 传到云上去之后要变成了 big data, 要被去分析，要再来做这个 data analytics, 要再做更多的做一些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事情。所以我们的 IoT 只要只是停在最下面这一层，只做 sensor network, it's not going to work.Because 我先看了很多台湾的 IoT 的公司的毛利率大概只有25%到30%，那你不做中间，不做上面，将来肯定是死路一条，因为它的量不会那么的大，单价不会那么的多，所以做 IoT 一定是要往上去想，而不能只留在下面这一层去想。大家就讲说，哎 ，Nest 不是这个卖的很好的价钱啊 ，Google 买的这个温度计，可是仔细想，能够有几家公司像 Nest 一样？另外就是做硬件要不断的去创新，思考我刚刚说的这个 GoPro 原来是40%的毛利率，今年这个第一第二季度降到了32%，再持续下去往下走，这公司一定完蛋。但是现在他一定是有很多钱还在想要怎么做。好，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用一个工程师，因为我这个传统上学的是工程哈，我们思考的方式是用一个比较，用英文讲叫做比较 analytic way to think about things。这是我自己发展的一个理论，但是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希望大家有问题一定要问这张图。做任何跟 IoT 有关的人，或者做 Internet 或者做移动互联网有关的人，都应该要了解什么叫 OSI 的七个 layer。这个 OSI 的七个 layer 就是我们在定义当年这个2000年啊 ，Cisco 这些公司啊，他们就在想。我们要把 network 的做的这种 protocol 不断的去思考它有哪些方式，所以是一堆很聪明很聪明的人定出来的标准，这有一点难懂，但是我要尝试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因此呢，我在 OSI 的七个 layer 里头，我就做了一个 analogy。好，第一个 analogy， 从最下面来讲 ，OSI 的第一个 layer 是说叫做 physical layer。你这个要传你的 data 是用光来传，在光纤里头传，还是走铜线去传？这个就是走 physical 要用什么样的介质。那么我要做的 analogy 就是 Peter 很爱吃饭，就是我很爱吃东西。那么我感觉到饿的时候，要解决饿的时候，我是吃食物吧，而我不会吃木头，对不对？这个对我来讲，大家就要思考这件事情，就是 OSI 第一个 layer， 这是最 fundamental 的了，要解决肚子饿不饿的问题。第二件事情呢 ，data link layer， 就是说你要去 control 这个走的方向不能够出错，然后要把一点连到另一点。所以我们在饿的时候之后就要去想说我要吃哪一种的食物，而不是什么样的成分。我记得我当年刚住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坐这个中国国航的飞机，这个他要 serve food 给我们吃，就是猪还是牛，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印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你再仔细去看这个长荣航空的 menu 上面可能会是说什么桂花猪，然后什么翡翠牛，就是要描述一些东西，对不对？可是当你只说猪或牛的时候，你的 layer 就比较低一点点，对不对？所以仔细去想，这个描述是很重要的。好，第二个 layer 是叫做这个，再往上看，我们到了第三个 layer 叫做 network addressing routing 和 switch。Routing 跟 switch 就是 Cisco 在做的东西。最早的时候 ，Cisco 不是大家都知道做 router 吗 ？Router 就是一个一个小的 data 出去，有很多个小的 IP， 每个小封包叫一个小 IP， 这个一个 packet。这个 packet 呢，在这一刹那可能是走这几个 router 走到这个地方，在下一个刹那，下一个 packet 可能是走另外一条路，但是最终的目标都是同样的一个 end address。这个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意思，只是这个人的走法有很多种。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当你已经饿了，你决定要吃面了，你决定要去一个便店吃面，
但是有很多家面店，你先选说我要去鼎泰丰吃面，那么我是搭公车还是自己开车、骑脚踏车、跑步，或者是坐计程车，这个是这个 layer。 可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仔细去想，吃猪或牛这种情况下，只说你吃猪或牛的这个生意会不会很赚钱？好像不会太赚钱，对不对？我只卖面条或卖米饭会不会赚钱？不太会赚钱，对不对？可是呢，我今天在开车，我做一个开车的生意，我可以选择我是要做 Uber 的生意，我可以选择我开的计程车要不要装冷气，上面要不要装卡拉 OK， 这些东西有很多 customer 在这里就选择多一点，所以这里的人会比这里的人多赚一点点钱。那么今天大家在开公司就想说，这件事情比这里多赚一点钱，我们所说的产业的升级，我们所说的创新是在怎么样的发生？其实从我的感觉就是一路往上走。再接下来呢，叫做 transfer layer。假如在 C 到 D 的时候有了 traffic， 走路不顺畅，那我们不说抬头大路通往，比方说在新一路塞车了，我是不是走不能走仁爱路，因为两个是这个相反方向，我们就走另外一条路，走和平东路好了。那么这样走过去呢，然后又有一些人知道一些 shortcut， 我把翻译中文叫做窍门。所以在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就想这家公司比另一家公司知道蛮厉害的，是因为他对某一些事情的思考方式上有一些 industry 的 know-how， 这个 know-how 就是他的 secret， 他的 secret keep 在他家里头的独门秘方，或者是他炒菜的诀窍。这种人是不是又比下面开计程车司机人又多赚一点点钱？这个我在描述的就是利用 OSI layer 的七个 layer 跟大家描述，我们一再的说我们要做创新，创新在哪儿，价钱在哪儿，客户在哪儿，愿意付多一点点的钱。接下来再往上，我们走到这儿来的时候就知道了，我要是我们小时候这个学英文啊，或者是这个学中文，那是不是有学过一句话叫做 I'd rather do the right thing than do things right， 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Do the right thing 就是说你要选择一个好的 topic 去做， Do things right 就是说这个 topic 被人家定义了，然后我就 cheaper better faster， right？所以说我们用一个这个不要完全的这个说我讲的是一定的一成不变道理，但是从一到四就好像是在做 OEM， 老外 HP， 老外 Dell， 老外 Apple， 老外小米，定义他要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OEM 的厂商就来说好，我选择用什么做，怎么样的方法做，有条条大路， 有 N 种方法去做，我把它做的 cheaper, better, faster。 所以都在用 OSI 的想法来讲，都在 layer 4以下。但是你走在 layer 4以下的人就赚的钱比较少，因为问题不在你定义， you're only doing the right, you're only doing things right， 你只是把它变成 cheaper, better, faster， 但是 you're not choosing the right topic to do， 市场定义的话语权的人赚的钱会比较多。再接下来走到了上面，你在吃饭哦，你现在已经到了，坐计程车到了一家餐厅，进让 waiter 也给你坐下来位置，这个就叫 session。 session 就好像你去 Amazon 要买东西，或者在台湾在 PC Home 买东西，你进去了，你开始 login 要去买东西之后，只要你不离开他永远都知道是你，对不对？但相反的，你去 browse 中国时报的网站的话，你离开的时候中国时报可能有放 cookie， 他会知道是你，但是你在做 transaction 的时候一整个 session 都是聊非常的明了。所以我们就来看咯，你到了餐厅去了，然后呢第一件事他就会说，哎，这个 waiter 就说你进来过我们的餐厅没有，假如是熟客他就说，哎，你是 VIP 啊，这个谢董啊，谢谢你来光临我们餐厅，他就开始 host 你。那这个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很这个很 warm， right？很 warm 的时候你就觉得，嗯，人家对我很好，我原来打算只花十块钱，现在可能会愿意花十一块钱，这个时候这个无形的价值就出现了。所以台湾人一直在说我们要做服务业，早期在讲做服务业其实就是这种东西，我们比较会说我多给你一根葱，多给你一个蒜，然后呢我会说殷勤的招待你，说你是我熟客人，所以你来我这儿吃东西呢。像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鼎泰丰刚开了店，连他大陆的这个 waitress 熟悉我们之后都会说，啊，谢先生你来了，所以呢餐后我们免费招待你甜点，就是他开始把你treat成 VIP。 这个的好处是什么？你就愿意
点更多东西，你更愿意做回头客。所以这个 analogy 就已经开始了。你进入了 session layer 之后，你就在想说，哎呀，明明这个已经是有这个 VIP 的 treatment， 但是他又跟你说 VIP 卡给你打折，你会不会因为有了打折这件事情，你就买了 VIP 卡，然后以后消费就更多呢？通常会，对不对？那么你就会这个之后有一个好的甜点，那么你就会开始感觉自己 feeling special。我在这里放一个 dollar sign， ka-ching， 大家就知道这里开始是真正消费在一些你不只是要吃饱，你不只是要吃面，你不只是要吃猪和牛，而是你知道说我今天是要来开始享受有一个 special treatment， and this is where the gross margin starts to happen。 再接下来到了 presentation layer，这个中国人炒菜去吃饭是不是都说要色香味俱全，色香味的表现就在 presentation layer 里头的发生。这家公司炒的菜虽然很好吃，可是长得很恶心，你就不会去他那儿吃，你会到色香味比较好的餐厅去吃。那这个叫做 presentation layer。 这里头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啊，大家要仔细去思考每一个 local 的想法的色香味是不一样的。我忘记那个歌剧是 Puccini 的一个歌剧，有一年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紫禁城那边，他们把它装扮起来演这个演一个歌剧，所以意大利来的这个灯光师跟中国的这个大导演叫张艺谋，两个人的感觉就非常不一样。张艺谋就说这个要拍我们中国的宫殿，要这个演一个 live 的 opera， 所有的灯都要打得通通亮亮明明亮亮的一整个，但是意大利的灯光师的说法就是说，不对，你这样子一点都没有艺术，一点层次都没有，灯光要有一些 highlight， 要有一些 low light， 对不对？这样看起来才有明明亮亮的层次。这个东西的发生在 presentation layer。 那么我刚才为什么说要比张艺谋跟意大利的灯光师之间的差别呢？原因很简单，这牵涉到了文化的认知。所以在稍早这个朱总在这儿，朱波在这儿做演讲的时候，我就说怎么去看风口。这个创新呢，假如只坐在台湾谈创新是不行的，你必须要去了解色香味对老美来说，色香味对日本人来说，色香味对中国人来说是不是不一样。有的人口味重，有的人喜欢灯光全部打的都是亮的，有的人希望明暗不同。这个东西不是坐在台湾很聪明就想得到的，你必须要出去跟人家谈话，你才知道人家在想什么。 So,Layer 5 is starting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resting because it's related to culture, related to human behavior. 但是呢，我们再走到第七个 layer of OSI, 叫做 application layer, message format,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去想，我已经在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餐厅吃了，端上来一碗拉面很好吃。可是是不是有一些人以为吃面西方人都不能有声音，对不对？可是大家知道吃拉面是不是要有声音才是表示吃得很开心，而且西方人吃碗筷这个盘子碗是不能拿起来的，可是你喝拉面的时候最后的汤要捧起来这样喝，那厨师又仔细地盯着你看你有没有捧起来喝，而且把拉面的汤喝干，而且是稀里哗啦的喝。这些东西就是一个更加值的东西，这是你的做事情的方法。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你喜欢吃 Kobe beef 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在你的嘴巴里头融化。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讲红酒的书叫做神之，那个字怎么念，拿还是滴我不知道怎么念，就喝了这口酒之后想到了妈妈对自己的母爱。这个酒跟母爱有什么关系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但是要去想的事情是，当你会去这么描述的时候，当你坐在一个日本餐厅，这个侍者上来跟你说这是哪里养的牛，怎么样临时进口进来的，或者你到一个法国餐厅去，他跟你说这个小的法国饺子是哪边的什么材料，就地食材，当季的新鲜的，这些东西都会让你觉得什么样？你觉得爽，然后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我愿意多付钱，即使多付三倍四倍的钱都一样。可是相反的，各位跑到一个中国菜的餐厅卖 dim sum 就好了，跟法国饺子是不是大小一样呢？可是一个 dim sum 卖多少钱呢？这广东 waiter 就上来一个盘子丢丢给你，或者一个推车推过来，要什么？好，捡完放你桌上。可是你到法国餐厅发生的是什么事情？
他跟你解释这个菜是哪来的，等等等等等等。再加上下面法国餐厅灯光打得明明亮，我讲的 session 这个 layer six， 于是乎你去法国餐厅，你掏的腰包的东西就多了，对不对？那么这一切的东西是什么？我刚讲 layer 六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layer 七跟文化也有关系，但是 layer 七是发到你的心里头去，让你觉得开不开心、爽不爽，然后你愿不愿意多付钱。所以大家在做创新，怎么样去思考？我最开始的时候，开宗明义说，毛利率希望能做到40%，那不只是你做 cheaper, better, faster 就能够发生的，而是你要能够让人家觉得，哎，我用这个跟我平常的行为举止没有差别 ，that's layer six。Layer 7是什么？我用得很开心。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我就要跳过这张 slide 了。记不记得 Windows Mobile 大概是2004年我第一次用 Windows Mobile 的手机，那个时候就是宏达电帮这个欧洲一个这个叫做 Orange 还是谁做的一个手机，很大的一个叫 XDA2。那么那个时候用这种智慧手机的人就只有我们这种很爱玩的人。可是突然之间这个 iPad 发生这个 iPhone 发生了。有一天我的太太就跟我说，大家都知道要讲 Apple 伟大是什么的， Apple 伟大大家就会说因为它有 iTunes 啊，有这个 application download 啊，又用的 user interface 很好。我太太跟我说的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她讲的是 layer 7。她说我跟我隔壁邻居的贵妇，我们在彼此炫耀谁在她的手机上装了什么软件。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layer 几？这就是 layer 七嘛，对不对？因为你爽嘛，你在炫耀嘛，那这个东西就是毛利率。所以仔细去思考这件事情，你要做的东西的生意是坐在下面肉这个猪肉牛肉，还是面条白米饭，还是只是会开一个出租车，还是怎么样子？这个一整个东西的 value chain 越往上走，你的毛利率越高，越往毛利率高的时候，你能赚的钱就越多，然后你才有钱再去投资明天、明年或者是3年后的产品。好，这个刚讲了花了很多时间了，再接下来就是，哎，怎么动不了？那么。因为时间限制，我跳过一些这个东西，我刚刚讲过了。OEM 就是 take orders from customer， 你完全不定义问题。你的文化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文化这个岛太小了，所以我们的文化人家未必接受。我记得在台湾住的2年当中，看到很多台湾的这种文化的秀，会强调讲客家话，会强调讲台湾话或什么的。可是我那个时候常常在想。各位应该很多人去过 Las Vegas， Las Vegas 有一个很出名的秀叫做 Blue Man Show， 从头到尾这个秀他的人一句话都不讲，对不对？可是你看得开不开心？你看过对不对？看得很开心，而且懂他在做什么。可是当你着相了，就强调我要去讲客家话或者是台湾话的时候，发生的是什么？人家听不懂你的文化，听不懂你的语言，那他会不会掏钱来你台湾看这个秀呢？就不会嘛。所以这个文化要接触到的是一个大市场的文化，甚至有的时候这个以前讲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这么高的高段，不要去强调这种，而是去看这个大市场大家的行为举止是怎么样，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呢，怎么样去了解对方的文化？第一个 OEM， 我每年像我们这个郭总裁当年跑到 Intel 外头吃了一两个礼拜还是一个月的汉堡，对不对？最后拿到了单子，这个公司现在很伟大，我们绝对承认也敬佩他。那么再下来的事情是，你说我每3个月飞去一次好了，或我半年，或者我每年去看一次，这样能理解他的文化吗？然后呢，再来就是你每个月飞好了，我过去2年在做奥图玛的总经理的时候，我每一个月都飞到欧洲跟美国，而且我当年在美国先是住了16年才离开美国到这个亚洲去。可是等到我这次回去的时候，我发现我理解的美国随着我之后的蜻蜓点水的方式去理解已经 不足以了解了。所以这代表什么？ OK， 这么快我可能还要再花5分钟，可不可以啊？3分钟。好，接下来要讲的就是 Silicon Valley 呢，在我10几年前离开的时候跟现在最大的差别是，当年大部分赢的人都是台湾人跟美国人，但是现在的 Silicon Valley
可以看得到有很多印度人发声了，这些公司的 CEO 全部都是印度人。再往下走的话呢，我们投资公司里头有这么多种不同的人种开的公司，所以 Silicon Valley 本身就是一个移民的单位，不断的在变化。那么再接下来呢，跟大家讲我看到的北京的差别，在十多年前到现在它的变化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太太的朋友这些贵妇们十多年前都是海归，一块儿在一起说我要吃鹿肉还是兔肉，到十年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每个人都吃素，都在练 yoga， 请中央美院中央音乐学院的人来家里教他怎么 appreciate。 所以在这过去的十年中间，它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各位假如觉得我当年做过台商，或者我当年做过美国的留学生，就以为我了解中国或日本或美国的文化，那是错的，一定要不断的去。那么我要讲的一个很简单一个结论就是，好，这个 big trend 说一下好了。在美国无止境的技术的更新，然后 drive business 的 innovation， 在中国过去的十年是 business model 的 innovation， 没有 technology。 可是接下来的十年要发生的是，美国还是走它不断的东西，但是跟 IoT big data 有关，但是在中国呢做大了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做了一定的程度，它要吸收很多的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可以是台湾 supply 的技术，也可以是美国 supply 的技术。因为我没有时间了哈，我最后要跟大家说的是，我建议的方式是什么？能够做的话，每一年出去 travel 一次，了解这些市场。更有钱，希望能够到每一个季度、每个月度去 travel 了解这个市场，这样你才能像 Blue Man， 你无声的时候，你还是能够去了解文化，而不是坐在台湾去思考。那在国外，尤其在美国，我认为最大剩下台湾的一个 core 的 value 是，我们还有蛮多的 ABC 的。那这些 ABC 呢，有一些你们的朋友、你们的长辈的小孩可能都在那儿，所以假如各位在开公司的时候，想办法让你的公司雇一些 ABC， 他们对台湾还有情感，但是他因为熟悉那边的文化，他能给你很多的 marketing sense。 这件事情是我认为唯一剩下我们应该要做 as 企业，我不要去讲政府，政府的东西我们不能控制，好吧？那大概就是这样，一定要想尽办法去了解对方的文化 layer 7或者是 layer 6，这样子的话才有机会多赚一些钱，然后这个才能做一个长治久安的企业。谢谢。Right. Thank you, Dr. Hsieh, for the amazing, inspiring talk.